你看，这就是立式电器啊，电视啊，啊电器啊，害人啊！这些老板心太黑啊，一个个。当心飞出来的东西，美女，站在边上一点。飞出来。消防队来就没了，家里面。没了，家里没了。家里没了，家里没了。那你还是这样子啊？哎，当心啊，不要爆炸啊！我不要要要你吗？我伊拉当过幺幺九了。你敢过幺幺吧？哎，我当然来着呢。好，来了来了。现在的装潢都是塑料的，所以烧得特别厉害，门窗什么都是塑料的，哪能被它烧起来了？下下不来呀，下不来呀，哥啦，肯定下不来呀。当心空调爆炸啊！大家注意啊！有底气有吧，底气。空调不错，里面有雪中。啊、嗯。好的，这就会爆的。那空调那里有雪中，好的就会爆的。那能不能上火了？吃哪个人？妈，这个车还不开走，这车都啥？妈的，幺幺九到现在也不到，他妈的个逼！